日本北海道降下了大雪，有一只松鼠在挖洞埋食物的时候被拍下好像在跳舞，它不停地抖动身体，模样超可爱，让网友大呼好疗愈。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中视整点新闻，我是王义仲，我们再会。